阿拉伯世界引以为豪的一个英雄啊，叫萨拉丁，他在击败西方的十字军入侵方面起的作用很大。但是萨拉丁，请大家注意，他可是突厥人呐、他并不是那个阿拉伯人呐、后来还有个塞尔柱突厥，对吧？也是建立过一个不错的王朝。然后后来就是著名的奥斯曼帝国，那就是另外一支突厥。所以突厥本身它有很多部落的，但是然后在就被唐朝打跑以后，跑到那个西亚，在那混得还不错来。所以唐朝的手下败将啊，到了西亚还能称霸一时。你可以想象那个历史很有意思。我去过土耳其好几次，然后我曾经看过那个他的一个英文版的那个教科书，那第一句话就把我吓得够呛。他说那个 Our great ancestor first great Chinese built great wall， 第一句话是这个。让我吓一跳啊！我们伟大的祖先迫使伟大的中国人建立了伟大的墙，就是长城。他就认为匈奴是他们家的那个祖先啊。其实，人类文化学者发现匈奴跟突厥没关系啊，但是他们反正就认这是他的爹，这个挺逗的一种文化观。然后。